下四十五秒的时候。没撞没撞。今天发生这个事故，目前有了解到发生什么状况了吗？怎么会有发生这个失控撞上的情况？目前了解是我们驾驶同仁在这个开车的时候突然身体不适，发生晕眩，这是我现在了解的状况。那发生了这个事故，我先代表首都客运向尤其是受伤的行人哦，还有这个三妈臭臭锅的这个业主以及房东啊，都表达无比的歉意。那我们现在后续就是协助伤者送医之外，我会负担他的所有的医疗费用。那刚才我们已经给两位受伤者哦，那个就各一个押金的红包啦。然后对于这个受损的民房，那我们刚才洪建议员也在现场哦，那我们也达成一个共识哦，就是洪议员会协调协助我们双方来尽快协助来完成修缮啊，并且那个这个三妈臭臭锅它的营业损失，我们公司也会负担。那因为这个事情造成大家的这个不安哦和困扰，我在这边啊向大家表达歉意。那市政府的长官他们也很重视哦，我这一并也表达道歉，真的很对不起。那行车安全我会继续要求，继续注意，谢谢。那初步了解，那个他的酒测是没有问题啦。那个至于为什么那个身体会突然有这个状况，这个我还要进一步了解。那我们公司都有定期做健康检查，然后这个相关的资料我会主动送到主管机关，还有台北市劳动局，那个去备查。那这个我们会协助调查。目前总计赔偿的金额大概是多少？应该就是伤者的部分，还有那个房屋复原的部分。这个我讲过，我们公司会负全责啦。那这个应该没有设限啦，就是照实赔偿。听说这个站其实是刚出站没有多久的前半段，那因为驾驶都不舒服，他不是应该说是很多人。刚才了解是他突然的状况。突然身体那个失去意识的状况，跟着我一起去吗？对，就是一下子的时间。